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笑笑。你看这期视频非常的简单，对，我把视频直接就静音了，对，全都是靠我现在后期来弥补，对，我也没办法呀。那个收音真的非常差，你们现在看到的还是我放大了好几倍的像素，画面，对，你们原来直接看的话，你也知道它是那个画面非常的小，你知道吗？非常的生气。哎呀，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相机它居然不能对焦，不能放大，气死了。然后这里面拆的是白鼠和一只花枝，你看这只花枝送了，这里面也就是后来那只我养的，后来那只拿电吹风吹的，对，现在它已经挂了，没什么原因，对，它拿来撞了就不怎么样，你看撞到这里头，哎呀，它滚跑了，我靠，快给我出来，哎，我也没办法呀。然后呢，我们开始拿那个，哎，你干嘛？我们开始这个开这个白鼠，对，那个花枝一会儿再放出来，对，因为拿菜刀不好弄，对。然后你看我直接给加速了，你看为了让你们看的省事儿，对，这期视频其实我拍摄时间用了将近2个小时吧，我压缩之后可只剩下这点时间，应该够你们看了，是的。这个白鼠抓出来之后它有一只会乱跑，对，你马上就看到了，对，我当时剪辑视频的时候都快气死我了，这种视频真的非常的累，而且现在你看你也知道我一次成型我根本就懒得做那个什么后期来回重新配音之类的，我就没必要，对吧，毕竟视频这个东西随性就好了，我很多朋友跟我说要不要台本什么的，我说不需要啊，台本你需要卡什么，卡视频时长，知道每分每秒录什么，不需要那么精确，但起码保证1到2分钟，哎，说拆箱，2到3分钟，哎呀，讲这个，3到4分钟，哎，讲怎么养爬，哎，又喂食啊，我说麻烦死了，根本不是我风格。拍视频嘛，自己开心就好了，为什么在意别人怎么想呢？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视频没人看，对，因为不符合大部分大众的这个看法和他们的这个观念，对不对？他们觉得简便就好，我觉得现在已经够简便了，为了给你们省时间，对，你看我现在语速其实也不算快吧，但是你们听到可能会觉得快吧，我不觉得它快啊，现在这个声音其实我觉得非常的难听的。然后呢，这有一只死耗子，你看，对，是一尸体，你们会觉得我突然卡了一下，其实不是我卡了，而是因为它画面停止了，刚才我操，我卡住了，现在你看又卡住了，然后现在你看我已经把灯打开了，对，非常的亮，对不对？然后我先开始喂蛇，喂鼠，配喂蛇，对，就是喂蛇。这老鼠呢，这只蛇它不乐意吃，你每次都得去我去挑逗它，对，它非常喜欢被逗，对，你不逗它的话它不吃，非常生气。然后现在你看我把相机放进去，因为这个相机真的远景拍的不咋地，你知道吗？所以只能这样拍，这样拍的话经常会出现一些或多或少的问题，你知道吗？今天本来我想说一些话题，但是我怕我跟不上，所以我就不想说话题了，没时间了，对吧？啊，然后我们现在要说啥呢？主要是因为这个视频其实是我在10月26、27号拍的吧，你看到现在才发出去，我也不想，最近视频太多了，也没时间。有时候你也知道做一些后期，我要先把这个视频放大放大再放大，看连每个毛都看得清清楚楚，或者就是我每次要改很多，因为它有的地方是啰嗦啊废话什么的，你看刚才那段我就加了个码，对，因为我好像看玻璃里我的反光是你们也看不到了，没机会了。然后这只蛇吃鼠，你看这个相机摆的位置不对，所以导致你看拍的话就看不清，对吧？我也不没办法啊，真的不好意思。刚才我说到哪了？对，我拍视频跟别人不太一样，就是因为我没有什么打算，我也不需要什么打算，我觉得打算的话就哎呀，我刚才是不是说过一遍了？就是台本这个东西，然后你看这只那只蛇它不吃，我就都给它了。然后我现在去抓火鼠，对，你看他们在打架，看到没有？那只仓鼠它欺负那只小白鼠，然后没办法，有一句话怎么说？落后就挨打。你看那只小仓鼠非常活分，所以我把这只被它打了的老鼠拿去喂食。你看我觉得挺惨的，对吧？你看被打了还要被欺负，真的没办法，我也不想，因为这只太小了，你知道吗？我就拿它喂食。然后你看这只蛇它会吃啊，这块我记得我加速了起码10分钟吧，你看接下来会咔的一下换到下一个画面，快点儿。好的，你看它开始捕食了，然后这块像素有点没拍准，因为我刚才剪辑的时候出了问题，对，你看我懒得弄了啥，但是你也知道这蛇还挺漂亮的，对吧？哎，其实我都不想说那么快，说那么快它挺肥活的样子，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我肥活量小，但是足够用了，对，拍这个视频解说完全够了，对。啊，你们其实看我这个视频会觉得我最近啰啰嗦的，然后这视频一直在抖，因为什么呢？我觉得你加了指甲更难看，加了指甲之后它来回震来震去的，这样它会卡，你知道吗？非常生气。所以呢我这边也没有办法呀，你看它这个吃食它好像过了好几才吃进去，我也没有办法。你看在这里我说了很多次都没有办法，那好，我们来找一个话题说吧，你们这个画面能看到啥就是啥，好不好？我们今天找什么话题呢？哎，天哪，太赶了吧。哎，我的天哪，真的是这种立竿见影啊，这种效果非常差，它老是不吃，你知道我得逗它半天，你知道吗？你看螺旋，快快快，旋转跳跃，闭着眼，快快快，吃啊！你倒是，哎爱吃不吃？这只我跟你说特别能跑，我跟你说，它有天它会开门，你知道吗？它会用自己的脑袋顶着玻璃来回窜，我操！你看它又吃了，然后这期视频其实是阉割版的，对，还有一个版本我打算做一个新视频，对，那个是喂滑鼠的，你在后期能看到这个滑鼠吃饭，对，我就不给你们在这里头看了，因为太能闹腾了，那蛇我可以单独做一期视频，对。然后现在我最近手里有300多个素材，你知道吗？我得做多少个视频啊？你说，我打算有的视频看看，不行，我直接删了不做了。
也是为你们好，因为我记得我跟很久之前说过，我希望你们看的视频是那种争取就一个课间能看完，或者就是不浪费时间的视频。比如像别人一个解说语速又慢，能说半小时那种，我的天哪！以前我这么做，后来我觉得这么做太浪费你们的时间。你们本来时间就挺宝贵的，毕竟都是学生，要好好学习，学习为重嘛。对，虽然我觉得大家都不爱学习，对，哎，也是有学霸的嘛，对吧？啊，像我当时我是霸学，对，我学习不怎么样，我希望你们好好学习，对。浪哥就学生说，你们不学习的话你就没前途，对不对？学习好了家里给奖学金，对吧？那我就没有奖学金，我觉得我挺可怜的，但是我为什么没有奖学金呢？对，因为我他们太能败了，对，嘿嘿嘿。然后这个时候快吃完了，他好像吃了两只，对，他吃两只到现在好像推了次皮，对。你们我人也说这视频是十月底拍的，当时也没办法，我全经历以后都得经历重新拍，我其实不太喜欢这样，这样的话你也知道视频的原汁原味的声音就没了，捕食啊还有那个尾巴抖动的声音都没了，我觉得挺可惜的，你知道吗？我记得中途我后来有给那个别的小蛇喂食，但是那个时候你喂食你们是看不到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对不起，要诚恳一点，对不起，好吧，能接受吗？啊，不能接受也没办法，能怎么样，打我呀。然后你看我又卡了一寸，它这个画面老卡老静止，没办法，我就只能重新录，但是呢我争取让上一句跟下一句能衔接上，或者是根本衔接不上，但是起码让你们不会觉得很突兀，对。然后你看我刚才在虐待它，好像打得挺使劲，这只蛇吃了好多只鼠，只是在这个视频里你们看的不多，对，它后期还吃挺多，它一直能很能吃，本来想喂的大鼠，后来你也知道大鼠大蛇都不够吃，就给它了。后来有一期是拆那个速冻鼠，对，那期视频是有这个分量的，对。我买了60只吧，对，60只速冻鼠，一共买了75只鼠，结果那买的速冻小鼠全都死了，我也不知道哈，很对不起。唉，你说这么赶了有什么用啊？那咱好好说话啊。好的，既然你能看到这里，说明你还是挺有耐心的，也是愿意听我说话的，因为我现在的视频我感觉很奇怪啊，对吧？就是你们大部分人看我视频居然只是为了听声音来的，啊，不是为了看画面的，好吧，我希望你们是来看画面的，对，最近确实挺忙，其实也不是忙，忙着到处乱跑，对，我工作的事没怎么做哈，我给了自己一巴掌啊，太哗众取宠了啊。云朵说的，对，你知道我在指谁啊，听着点啊，好不好？这只蛇它叮叮断掉了，我记得我跟你们说过这条是牛油啊，牛啊，它这个脑袋好像吃个头，然后下面的我刚动啥呀，那只好像不吃，这仓鼠都是之前买多的，有的你也知道转天就死啊，有人说你不这样呀，不行啊，我跟你这么说吧，这个仓鼠就算放一起不打架，打不打架跟我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就算打架了我跟你说死了之后我也得喂蛇，它不死我也喂蛇，你还不如让它死了之后直接放冰箱，这样说好像很残忍，对，对不起，再说一次对不起，打我呀。像这种时候总有人说，哎，我就喜欢这个猥琐劲啊，其实不是猥琐好不好，他刚吃这是第二只对吧，啊，这是你看我的道歉多诚恳，那我好好跟你道歉好不好，原谅我，我以后不用仓鼠喂了好不好，反正喂也不喂你们都没人看，然后呢这个开始喂小蛇了，但是喂这小蛇你知道我这个画面一直在抖啊，我有看来应该再换个相机，这相机有人要吗，直接出了算了啊，有人要的话直接原价出，还有两块电池啊什么都给你算了，我也不需要了，我再换一个能放大的手机，哎呸，我去买个再买个相机好了，我得买个能录20-30分钟的，不知道能不能放大，不知道买5有没有用啊，因为买个手机录手机像素真的不行，还不如买相机，这个相机像素可以，但是它不好使，它不能放大，就而且它抖动声太大了，你知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怎么解决，然后这期视频其实也快到尾声了，好吧，还有10分钟，哎呸，还有2分钟才尾声啊，所以我就再跟你逼逼两句啊，然后呢你们喜欢的是我的视频，如果看到这里我觉得你应该已经点关注了对吧，如果你没有点的话我没办法求你了，哎，你说我这一天都在干啥玩意儿，好吧，天天听我碎碎念，你们感觉是不是更喜欢听我这种现场配音的视频，因为配音的视频话多呀，以前的视频话很多，后来话特别变得特别少，因为在视频里我都加速了，因为不加速的话你没法看你知道吧，我也不想啊，现在就没办法了，以后视频只能这样，如果你们愿意看的话只能把画面加大，这样的话你们会等很久，一期视频有的时候会等半个月你知道吧，但我尽量尽快，我一般有时候一星期做一次视频，一次视频用一星期这样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不可能天天做，拍一次视频录一次太累了你知道吧，我还不统一把他们工作量放一块，我就是那种比如说今天上学今天放假啊，我不写作业，等最后快开学了再写作业，谁不是这样嘛，好吧，我高中好像没怎么写作业，对，因为我高中一直在转学啊，所以导致去新学校不用留作业。最后呢，我们现在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你是不是觉得现在才是我真正的我？哎，我的天哪！终于不用加速了。哎，你看这视频到结尾了，你看已经到收尾了。你看我为了那条蛇本来你看喂它的部分全在另一个视频里。你希望你们能看下一期视频，对，这几个视频都给它吃了，它都吃了，对，它非常的棒啊。所以我们要为它鼓掌。你看它，我现在把它的盒子打开，你看我在抖。其实我现在画面是给你们看那条小蛇，但是因为我裁剪掉了，对，没办法。你这条蛇，你看现在有点瘦啊。其实有时候它喂它那么凶我，它那么跑，你知道吗？没办法，你看它。这样，你看他不理我，操，很生气，他老扑我，你知道吗？哎，我看现在扑我一下，但是我加速了，所以你看不出来。你们先看的视频是二倍速，所以我加速之后是这样。然后呢，这视频马上就结束了。他你看他老往外扑，所以这视频让他跟你们说再见，所以我们这个就到此为止了啊。各位，下期再见。喜欢的视频呢，请点关注、投币、收藏一条龙。我记得现在有一条龙的那个快捷服务了，配快捷键，好吧？谢谢你们啊！啊，最后我们说再见吧，拜拜。